阿弥陀佛，现在已经上网路了，现在已经上线了，那这个为大家报告之前，礼敬尊贵的根本禅上师，阿弥陀佛，也礼敬坛城的佛菩萨，阿弥陀佛，好，伟大的妙上师，我们的莲安法师。还有我的助教，各位同门，大家好！我目前在台中香华雷藏寺，今天要不要请那个廖上师来跟我们的荧幕同门问候一下？你要跑过来荧幕这边，要跪下了，Hello，哇！这是各位香尊华贵的雷藏同仁，大寺，家好。香华雷藏寺的住持连结廖上师，对不对？大家掌声鼓励。今天在同修的时候，廖上师跟我们一起同修，觉得非常的荣幸，倍感荣幸。那我们这个第一次在香华莲寺做直播，对不对？那因为今天的读书会直播比较早，我们在直播之前都会唱歌来等其他的同门到现场，到网络现场。我们来，今天的直播这个，我们来唱《咕噜咕咧佛母心咒》，这个是我们做的歌，大家一起来唱看看。嗡咕噜咕咧吹梭哈，嗡咕噜咕咧吹哩梭哈，嗡咕噜咕咧吹哩梭哈，嗡咕噜咕咧吹哩梭哈。嗡咕噜咕咧吹哩梭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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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咕噜咕咧吹。嗡咕噜咕咧吹哩梭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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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咕噜咕咧吹。嗡咕噜咕咧吹哩梭哈，嗡咕噜咕咧吹哩梭哈，嗡咕噜咕咧吹哩梭哈，嗡咕噜咕咧吹哩梭哈。嗡咕噜咕咧吹哩梭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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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咕噜咕咧。嗡咕噜咕咧吹哩梭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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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咕噜咕咧吹哩梭哈。我们邀请网络现场的同门，把我们现在的直播做读书会的分享。我们有个分享的。吹哩梭哈，嗡咕噜咕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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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吹哩梭哈。嗡咕噜咕
列垂的刷哈，唵咕噜咕列垂的刷哈，唵咕噜咕列垂的刷哈。Om Guru Guru Chui Di Swaha 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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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uru Guru L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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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ui Di Swaha好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，现在在香华雷藏寺，今天是第656集的播出，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结缘。廖上师，你要看是不是？还是你要站在旁边？哇，第一次看到网络直播就是这样。你这个一直播呢，是全世界大家都会看到。那用我这台G7 的手机，画面比较大。好，我们邀请所有的同门上来跟我们网络的同门 say hi 好不好？要不要？你今天没有来 say hi 的话，你以后再来已经没有机会了。要不要从哪边过来？从这边过来。有没有？法师来，法师助教，还有各位同门，可以。来，哎呀，好，不用，不用，你过来这里。来，法师过来这里，对，面对镜头，嗨，嗨，那脸没看到啊，啊，连安法师啊，掌声鼓励，啊，好，来，啊，素瑞助教来一个接着一个，啊，可爱的，阳光武功团的队长啊，对不对？哇，你好，好来，嗨，啊，你好，今天帮我弄那个脚架的。还有呢，哪些同门跟我录？嗨，大家好。你看我很多同门黄传义啊，波令啊，这个大家都一起上来问，哇，师姐啊，你好，来，好，一次一两个也可以啊，同门大家好。哇，嗨，台中香华的同门，还有来，网络同门大家好。哇，阿弥陀佛，好，再来，哇！网络同门大家好。都没有讲，都那个没有讲名字的。要讲吗？要啊。我是林佳怡。已婚啊，未婚哈、要征婚的讲一下。莲花婉玲。莲花婉玲，好，来，我沈玉梅，大家好，平安吉祥。哇，沈玉梅啊，还有一个刘春梅的。大家好，网络同门大家好。沈丽青，好。刘春梅为什么没有来？好来，嗨，我是怡凤，怡凤一，大家好，我不是一加一，好来，还有，大
大家好，我是莲花文明。莲花文明，阿弥陀佛。大家都阿弥陀佛，大家好，我是莲菊。哦，好。以后你们会成为永远的纪念。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我是林东赞。东赞对不对哈？不是安赞。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谢谢谢谢。啊，头低下来一点哦，太高的话只拍到下巴。大家好。啊，我是刘中山。哦，刘中山好。啊、哦，不是刘中山头，刘中分的。好，王路同门大家好。哇，蔡良镇。梁淑如，你有上过读书会哈、哦？没有。哎、欸，名字好像很熟哎。谢谢。哦，好。好，可能是姓邱，邱淑如。啊，来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曾荣茂。哦，你是曾国豹。曾荣茂。曾荣茂，我以为曾国豹，你就是啊，我们的堂主。网络上门头，网络上门头门，大家好，我是香华学会的理事长，我也跟师尊同姓，大家晚安。哦，卢师兄，卢堂主啊，卢理事长，哎，那个要上市，你要不要跟同门开示一下，讲几句话，问候一下。问候过年的话，啊，刚刚打招呼了哦，好，那我再调回正面哈，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那个读书会，这个非常的热闹哦。那第一次在香华雷藏寺举办读书会直播，因为那个谁，我们伟大的苏任助教，特别安排的。苏任包去哪里？好。那我看看现场哪些人上来了，丹妹妹啊，那个哇，我们网络以心，那个是高雄的以心同门问候大家，台中的同门徐秋令、徐慧玉、Josephine、张素珠、Jennifer 哇，欢迎大家来台湾台中香华雷藏寺礼佛，你看哇，马上帮你们广告了。Bowling 赖玉金、张友华、徐秋令、Bowling 还有王国慧去贴功课、黄川义啊、陈林真啊、还有娟菜，对不对？那个麻烦网络的同门，你们通知其他的人，以前都是十点，那今天因为那个有同修哈、哦，所以呢提早告诉他们同修，网络直播已经开始了哈。琳达哇 ，N O O， 那个是槟城的黄传义、宣告关良妹啊 ，Jean Foggy、林桂芬，对不对？季真，你好，那个每次在台湾粮食做厨房的哦。丹丹丢啊，有马来西亚怡保的 Alicia To 黄美惠、施志忠，还有 Josephine 啊 ，Vajra Han Han 啊，关良妹 Jimmy Joe Vajra， 还有阿 Ben Lin 陈慧玲啊，许慧玉，哇，名字念很快，黄玉珍这个记者念过了 ，Linda Wan 阿 Ben Lin Joe Dagan 啊，许以心亮亮张素珠 ，Joel 一旦冰战曹新武。花芬芳啊 ，Yuki Joe 啊 ，Yuki 哇，Yuki 哦，才今天才联络过哈 ，Linda Wan 啊，黄玉珍、叶静友、冰卷啊 ，Ben Qiu 哦，张素珠，好，一下子来了三四十个同门，哇，啊、哦，那个素任助教，欢迎慧静上师，好，哎、黄玉珍也上来了，冬梅、施志忠啊 ，Yuki Joe 好，那。我很好奇耶，那今天等一下抽奖要怎么抽哈、啊？哦，前面有抽奖箱，然后呢？两位上司他们手上都有号码。这样子是，谁可以把抽奖箱搬过来？是姐吗？嘿，我们呢，今天香华雷藏寺通修，来放在廖上司这边，嘿，好，我负责宣布，廖上司负责抽奖。噔，把荧幕转向那廖上师那边。哇，连杰上师看到荧幕了，嗨，他现在要为我们的同门来抽奖，嘿，抽出来，你抽出来几号，那你给我念号码好不好？来，嘿，所以呢，那个香华雷藏寺有参加有得奖，好，来抽，抽什么？好，都一样嘛，没有问题啊。哦，要打开给我，因为我只剩下一只手。哦，南无啊。一号。一号。一号是我们数钱金币。对，慧君上师跟大家结缘的数钱金币。哇！来，好，来，来，好，再来，好，谢谢，好，22号。来去那个荧幕那边亮一下，
22号，22号，好，来李伟看到这里，对，好，脸要照一下，22号，前五个都是来，出人助教帮忙宣布是什么奖品哦。好，22号，22号是师尊的新书《小小叮咛》。哇，这个新书，27号，应该是这样哦。对，27号，慧君上师赞助的数钱金币。哇，数钱金币，25号，25号，来，我们抽快一点。现在是抽奖，抽奖时间，你看我们抽奖，好，28号，28号是谁？我举手。哦，金币哈，数钱金币，钱数不完。好，让你数钱数不完，28号，好，二号是金币，耶，2号。哇，3号，你看，三号，好，恭喜你数钱金币。来，我们来看看颁发，哎呦，颁奖的盛况。嘿，啊，4号是谁？哦，这个同门在，四号，数钱金币。四位助教看一下荧幕。四位助教看一下荧幕，来，看一下荧幕，耶，对，好，好，再来几号？18号，聚宝盆，哇，四位助教给大家看，哇，聚宝盆长什么样子？再来下一个5号。五号，哇，同门在哪呢？下一个是5号，5号是谁？好，5号是谁？哦，5号，好，5号是数钱，数钱金币。好，看一下荧幕，好，七号是谁？哇，十分文集小小叮咛。看来香华的上次就是有抽奖，好，23号，来，抽中的人对着荧幕 say hi 啊，师姐，跟 say hi， 对，荧幕 say hi， 就是你抽奖，好，23号，谁？23号，23号，真师兄，哇，师尊文集小小叮咛，师尊的书小小叮咛。好，20号，哪位？好，20号哪一位？好，大家都拍的差不多，再来拍我们廖上师的抽奖的雄姿。好，九号，只有9号，7、8、9、9号。他是哪位？刚刚20号有20号的，来20号。20号师姐，聚宝盆。好，9号，9号是谁？9号，好来。好，六号师姐，再来，师尊文集，哇，廖上师要抽出，6号，六号师姐哪位？哇，六号是哪位？19号，十九号是谁啦？19号，耶，聚宝盆，聚宝盆，好你发财，19号，六号师尊文集，小小叮咛，过来16号，16号，16号会不会是我？是，师兄你叫好吗？聚宝盆啊，16号，鼠年聚宝盆，哇，好棒哦，好，再来29号，29号哪位呢？哇，金币，哇，鼠年金币，哇，特别从北部来。要跑来这里拍，跑来这里，嗨，谢谢文金上师，好，24号，24号哪一位？幸运同门，24号，师尊文集一本，好，下一个11号，哪一位？11号，哇，
兄，哎，东赞，东赞师兄，你刚才取名字叫暗赞吗？好，二十一号，二十一号，哇，什么蔡桃贵？蔡桃贵，二十一号，蔡桃贵在冰箱，等一下给你。哇，还有蔡桃贵，祝你对鼠年彩头旺旺。好，蔡桃贵，十七号，十七号哪位？十七号聚宝盆，哇。十四号是谁？瓦西奴师姐。哇，这金币有修过法的。好，十五号，十五号，十五号，师姐是你吗？哦，十五号不知道，来再来，还在找。好，十五号。好，二十六号，林师姐，哇，辛苦林师姐。还有三十号哪位？三十，来，三十是谁？三十号好像是我。三十号来，好，十三号，哇，又是金币，金币，这样金币可以往鼠年，对，数不完。好，十号，十号，十号，文吉小小叮咛，哇，你们脸要跑过来照啊。好，最后一个号码对。对，没有吧。八号，哪位？八号。小心师尊文吉本。哇。对，最宝贵的书。来，我们掌声鼓励，谢谢廖上师姐姐，掌声为大家鼓掌。好，拜拜。好，好，今天抽奖非常的顺利，抽奖结果非常顺利，举行，我第一次看到有分堂来，给大家抽奖的。啊、哦，谢谢。那个道场是精心的设计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看看。那今天呢，要跟大家介绍师尊文吉的文章，叫做《见神见鬼记》这本书，你们有看过吗？有，现在就要正式介绍，《见神见鬼记》。当当当，你看这本书。非常的好看，没看你就会那个，就很可惜了哦。所以今天呢，在这今天的读书会要跟大家介绍师尊的文集。好，你知道哈、哦，大家有没有看到人要临终的样子？就说那个人在医院在病房还没断气，刚开始要临终了，你们有没有去陪他陪伴这个临终的人？有没有参加过？有没有陪伴过？有的请举手。有哦，好，会不会害怕？不会，不会哦。欢迎大家，那个不怕死，多多去陪临终的人。那有一个弟子哦，他临终了，谁来陪他？师尊。而且师尊呢，他在哪里呢？那个居然这个在那个人可能临终往生在他家，对不对？那个人的家人可能有点香，师尊附在香的上面，袅袅的那个香的上面，师尊的元神出来。好，这可见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弟子，师尊附在元神附在那个香的上面，来看弟子怎么死。所以《见神见鬼记》这篇文章最后的一刻，我的闹钟响了，难怪我想说，什么声音？哦，每次我读书会直播之前都会先禅定修法。好，那就是讲到最后的一刻啊，念一段给大家听啊。说我出了元神，在三昧之中，到了一位真佛弟子的家，只见弟子非常的忙碌，人来人往的，都在准备后事。然后呢，师尊一看到床上躺的
躺着的就是真佛弟子，师尊附在这个袅袅的香上面看着弟子，弟子全身的气啊，由脚底下往上升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人的往生哦，如果由上往下升，他一定会去哪里？哎 ，See you in the hell， 地狱再见。这个弟子啊，是真佛弟子，有修法的。他呢是由下往上升的，但是由下往上升呢，也是很辛苦哦。为什么很辛苦呢？哇，师尊看到他那个由脚啊那个往上升的时候呢，等一下，那这个他的元神停留在脚一段时间，表示他的脚的部分有过失。什么过失？活着的时候去参观那个花街柳巷，桃花红啊，李花白，他是小蜜蜂，到处采花蜜，嗡嗡嗡飞到东，嗡嗡嗡飞到西，到处采花，涉足花街柳巷不正当的场所，脚就不清净的。哇，呵呵，哇，那个好像是台南的林世昌师兄也上来了哦。好，叶慧婷，刚刚还有网络还有谁哦？罗丽华，哇，刚刚的网络同门已经讲说恭喜中奖的同门。啊，周月游，还有这个黄美云，黄美云在现场吗？有吗？今天有一些有些人哦，甘露海、曼丹啊，廖金禅师姐是台南的，哇，恭喜很多同门得奖哈。双威 boy go 哈，甘露海，有些东南亚的郑琼瑶、冯 ng、白云、陈清梅、甘露海、面瓜令、三曼，还有丹妹妹，哇，说今天网络很等一下哈。今天网络很厉害，很热闹。还有Wellness Street Light 哈 ，Queen One Queen Na Wu 林秀英、Susan Jia、Michael 陈怡秀、Linda Wang 辉君购啊，大妹妹恭喜中奖的师兄师姐，还有以上同门没有念过你的名字，同等欢迎你，因为留言的人太多了，来不及念了。好，就是师尊呢，看到这个弟子快要临终了。师尊附在那个袅袅的香上面，看到这个弟子的脚怎么样？脚通不过去，因为活着的时候乱跑地方，涉及烟花柳巷，又在那个农田那边踩了很多什么蚂蚁啊、虫啊、蚯蚓啊。但是为什么后来脚能够通过，元神能够通过脚？同门，如果你看不到，我可以到前面火光比较强，你就不用这样躲来躲去。哦，你可以到前面，或者到旁边，因为中间有一个那个镜头在挡住你我，可以过来，没关系，我想看你呀、啊。那就我就继续讲了哦。然后呢，后来这个人呢，本来是元神要由下往上走是不错，可是有业障，对不对？卡在脚，但是他活着的时候，他有修法，他念什么咒？清净咒，对不对？好，清净咒怎么念？唵修利修利玛哈修利修修利娑哈，唵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娑哈，唵瓦日拉当呵呵吽，南无三满多摩陀喃，唵多罗多罗帝喟娑哈。没想到清净咒竟然可以解除他脚的过失。而且他还会念往生咒，对不对？刚刚有带大家念往生咒，对不对？刚刚还有带大家念高王经，刚刚大家高王经念的好不好？觉得自己好的请鼓掌。为什么你觉得你自己今天念的高王经特别好呢？是不是比较清楚？有没有跟观世音菩萨忏悔？有没有觉得自己很丢脸？包括我，刚刚有几个同门好像在擦眼睛，好像在哭一样，对不对？很感动哦。所以你念经，你自己都不感动，观音菩萨怎么会感动？对不对？所以你念经一定要感动，那一定要忏悔。不是佛菩萨应该给你加持，人家不会欠你，人家又不欠你。对不对？你想说，人家那个大慈大悲，大慈大悲也不欠你啊。哦，你应该是自己，
要每一次修法有忏悔的心嘛。刚刚不是念上师心咒吗？嘿，那就先把那个你们手机上的音响关小声一点，才不会有回音。嘿，不然这个回音的话，听到我的声音，我会觉得很恐怖。好，刚刚在念上师心咒，大家念的棒不棒？棒。你们是谁呀？莲花童子。是莲花童子的鼓掌。啊。终于真相大白。以前有个老妈生了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叫大白，二儿子叫小白，小白真相大白。对不对？以后念上师心咒，当然你还是嗡咕连声洗礼吽，但是你在散乱的时候，你要念回我就是莲花童子。虽然你看不到佛性，佛性不是让你看的，佛性不是让你去想去那个听的看的，是让你认识自己就是莲花童子。所以呢，刚刚带大家念上师心咒，嗡咕噜连声悉利吽，我就是莲花童子。嗡咕连声悉利吽，我们就是莲花童子。记住这一句，将来往生通通死到那边，通通变成莲花童子。有一个同门今天跟我讲，上师那个吼，有人跟他讲，他后面三个冤亲债主，他后面跟着三个冤亲债主。我心里吼有点想要问候，不能讲问候他妈妈。我是觉得说，人家为什么讲什么啊，自己就会觉得说是那个样子。有的人喜欢讲灵通，那个人是同门呢，同门跟你讲那些灵啊，你后面跟着几个鬼啊。你知道我在澳洲的时候，有个同门哦，他那个是法师，身上附灵，为什么？每次进来同门进来一个，这后面好跟两个啊，这个后面跟三个啊，这个跟五个，每次都没有讲说他后面跟着佛菩萨，全部跟着鬼，他眼中有鬼，然后有一天他就中鬼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看到都是鬼嘛，那你那个鬼哦，所以你为什么不看佛呢？刚刚我们念高王经百亿金刚藏佛啊，对不对？百亿金刚藏啊，全世界地球的人数有多少？70亿，百亿耶，超过地球的人口的佛耶，到你家耶，难道你不去吗？对不对？难道你不招请吗？你家的佛应该比鬼还多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为什么念高王经会念得那么的辛苦？因为没有经过忏悔，没有经过你跟菩萨的对话。刚刚我们今天修法，是不是你跟佛、跟你的神的对话？我就是莲花童子，我忏悔我的业障，遮蔽我的佛性，还是莲花童子，这样明白吗？以后呢，脸皮厚一点，我就是莲花童子就对了。所以呢，不要相信谁跟你讲，你后面跟着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讲那个人才跟着什么，后来那个人就中鬼。这中了鬼哦，也跑来找上师，上师啊，晚上不能睡，怎么办？我说，那你念上师心咒啊，一万，一天念一万啊，上师念不完。我说，反正你也不能睡嘛，整个晚上念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人就第一天念了，然后一样，第二天大概是第二天才好的，那我说，我叫那个人以后不要随便看人家有什么鬼，对不对？你看鬼，你是又变鬼嘛？你为什么看佛呢？看佛，大家都是佛嘛，禅师开悟，每个众生都是佛嘛，都有佛性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去看佛？还有，所以同门跟你讲，很多同门都喜欢听那个怪怪的、感应的，你都不相信你自己的佛性。刚刚在念上师心咒。师尊法流有没有下降？有没有？有的话鼓掌。刚刚差不多我六成功力，因为呢来这里有点紧张，最好有个麦克风，然后两只可以用手印的。我刚刚忘记了，其实法流还可以更强，也就是你们的功德力，不是我。这个。如果你们刚刚在修法，有这个法流下降，我告诉你，
廖上师的功德力、法师的功德力、助教的功德力，还有你们的功德力，跟我没关系，因为你们同时专心，很专心的在祈请师尊，很专心，很专心的在念，我就是莲花童子，这个才会通电啊，对不对？我这一条线也要放到这里才会通电，这个灯才会光嘛，才会亮嘛，这叫通电，这样明白吗？嘿，不是以后谁哦再去找谁啊，去问事啊，讲说后面有几个鬼啊，有个几个灵啊，我告诉你，自己该打屁股，呵呵，不管你哦，嘿。然后不要去听那些奇奇怪怪的，嘿，有事的话，我们这里有上师、有法师、有助教，他们都很优秀，很有经验，你们一定要请问他们，好不好？还有以后一定要来堂参加同修，以后要点名，哎，以后要点名，对不对，廖老师？你说对不对？打卡，打卡。打卡家里来归耶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三十多个，对对，嘿，以后有全勤奖，嘿，一个月的全勤奖，三个月的全勤奖，半年的全勤奖，一年的全勤奖，嘿，然后呢，哎，有全勤奖的，有来很多次的，我是希望列名给师尊加持，那个从来不来的。哎啊、哦！鼓掌快点！那个从来不来、很少来的，也要贴出来给大家看，就是这几个师弟的。大家要竞赛，要鼓励，对不对？既然这个道场，哇，我们的师尊来香华的要是三次，至少三次还是四次哦，对不对？这么金碧辉煌，这么漂亮哎！我看了都想到当年，诶，师尊来那个主持爱染冥王那次，我有来嘛，对不对？还给他，哇、哦，还拍照，师尊还穿红色的龙袍，哇，非常的哇敬爱。哎、欸，你们没有好好珍惜，嘿，就不要去别的了，就来这里。台中哈、哦，我听说有几个道场也是毕业的哈、哦，把那个毕业的也过来抓过来，以后一个人带两个。两个人带四个，四个带八个，会不会？嘿，将来有利于你的往生。嘿，你这里的活菩萨护法，他会认识你。还有，诶，将来你会有福分，因为你渡人皈依，渡人来参加同修。你看到你的左右邻居都不好，每个礼拜打电话给他夺命连环 call。嘿，谁扣到一个，在天上加一分；扣到两个就加两分。天上会记录，我们香华疗师也会帮你记录。嘿，看看谁是扣印大使。呵呵，我们要鼓励活动，对不对？哎，以后我们要香华疗师办很多活动，很精彩。那我的呢，就是那个四海云游。呵呵，嘿，我的法会都有音乐，为什么有音乐？因为要助念。什么叫助念？就帮助你的念头，叫做助念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修法特别专心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做 DJ 帮你们催眠，好，告诉你们应该要注意哪些，有没有？所以修法会那么难吗？其实不难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们今天一直念啊，嗡咕列色西，我就是莲花童子啊，怡宝有个同门啊。他说他没有生意啊，我说我就是莲花童子哦，念了，我说莲花童子一转身红财神，为什么红财神？莲花童子转身为观音，转身为药师佛，所有的诸尊来自莲花童子，来自师尊，你没有那个功德祈请，但是师尊有功德，莲花童子有功德，你只要接消上师先法，把莲花童子念得很好很准，不要一直急着念那个嗡咕列色西，嗡咕列色西，念到那个好像在赶火车还是赶投胎，啊啊啊啊、你要念啊，心都没有到啊，够好，对不对？嗡咕列色西地吽，我就是莲花童子，一个句子一个脚印慢慢念，哎，就很有力量，莲花童子就进来，所以慢慢念咒，快快到，
快快念咒，慢慢到，没有念咒，没有到，这样明白吗？哦，明白的话鼓掌一下。好了，再来继续介绍这个故事啊。这个故事其实我讲过很多次。这个人脚底轮，因为活着的时候他有念清净咒，有念往生咒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脚底轮通过了，结果到密轮卡住。为什么密轮？人的欲望嘛，生殖轮太好色哦。那这个人嘛，食色性也哦。那我们修行是用那个佛戒律把它止住嘛。可是他还没学佛之前，他很好色嘛，对不对？年轻的时候，那个耐不住性欲的冲动，到花街柳巷。现场有同门常去花街柳巷的吗？举手。不好意思，举手举手，男生也可以，女生也可以哦。好，没有的请举手。好，然后呢？十年一觉，扬州梦，游得青楼，薄幸名。那又有一次，这个他受不住，忍耐不住同事太太的诱惑，来呀，师兄，某某先生，你来呀，一起啦，没有人知道啦，来呀。他受不住诱惑，就跟人家发生苟且的事情，简单来讲，就跟人家睡觉，越轨的行为，所以他的密轮就卡住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活着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刚刚拜忏，念那个高王经之前要忏悔，就是在通你往生的那几个七重轮脉轮啊，对，不然以后不知道死到哪里去，对不对？可能你现在修法了，那个师兄后来都有修法，可是过去的业障居然一道一道一道跟你算呢，那多恐怖啊，对不对？你已经改过了，可是业障原因、业障阴影，他一道道跟你算呢，那怎么办呢？哇，这个人实在是哦，所以呢，这个他在密轮差一点拜不过去，那个通不过，后来怎么通过？幸亏活着的时候他真心拜忏，嘿。参加了很多拜忏，真心忏悔，水忏、梁皇宝忏，因为忏悔、真心忏悔的功德力，密轮通过了，通过了之后呢，几轮又卡住，肚脐连接着你的肠胃，对不对？吃的业障，喜欢吃活杀的，对不对？暴生厌刺，来碗鱼翅漱漱口，来碗鱼翅。那个什么龙虾剔剔牙，活虾活蟹活的梨蛇胆牛宝鲍鱼乌鱼子，哇，吃活杀的没有超度，喜欢吃那个中国大陆有些菜很奇怪，那个铁板烧那个铁板的那个鸭掌，铁板烧得很烫，那把鸭子呢，放在烧烫的那个铁板，让鸭子很烫，那边跳，对不对？烫熟了再啪，把它切断了，那个铁板鸭，还有那个牲口鹅肠更恐怖，那个拿一个铁线吧，我听说的啦，拿一个铁线从那个鸭子啊，鹅的肛门这样屁股这样挖下去，然后把肠子拉出来拿去煎，说是最新鲜的，还有生吃猴脑啊，想不加加嘿，肚子都会那个，所以有一个人嘛，吃那个好像那个整个大脑都是虫，你知道为什么虫？是吃那个牛肉，他都吃半生熟，还不是活杀的嘞，他吃半生熟的嘞，对不对？他吃那个，然后那个有很多虫嘛，很多细菌，很多蛔虫嘛，所以整个大脑都是充满那个虫啊，也是，所以呢，什么不好吃吃这个哦，所以呢，但是呢，他几轮。塞住了，为什么通过？因为他活着的时候念文殊往生咒，对不对？我们吃东西结文殊大海超度手印，观想吃的东西做莲花往生上去，那念嗡阿弥陀佛堪扎娑哈，观想吃的生物做莲花上去，对不对？再结供养印，大家都会嘛？因为这个功德，他几轮通过了。几轮通过了之后，心轮又卡住。任贤齐是有一首歌，
我就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他就是心很坏，心很差劲，心很坏，心很烂。为什么心很坏？嫉妒、吃醋，哎，脾气不好，心量狭窄，贪心爱钱，然后呢，哎，害过人，又诬陷别人，动不动就嗔恨心，脾气很暴躁，好名、憎恶啊，比他优秀的人。哇，还有很固执，他的心轮那一关没有通过啊，又死定了、哦、所以呢，他那个他那种心的懊恼烦躁，居然在中阴象限的时候出现的时候，像热的油锅在炸一样，非常的难受。然后呢，以前忘记的事情一时涌上心头。考试作弊，跟同学打架，偷父母的钱，伪造证书，做伪证，全部都出来了。哇啊，他真的是这一生像电影一样。呵呵，哇，有一回嘿，他那个跟人家打官司，他做了一件事情，叫一个法师下降头给对方。哇，你有没有看那个泰国酱？有没有泰国酱还是马来酱？哎，那个廖上次去红华哦，哎，有没有看到酱？有、哦，有哦，哎，他这个叫一个好好的人中降头，对不对？哇，一吐，虫、哎。我看过一个中泰国酱的，嘿，那个人好像是去招惹那个泰国的小姐，然后跟人家怎么样的，然后离开了到南卡威，他全身都起红疹。然后全身尸臭味很重，哎，都中泰国酱啊，所以各位同门不要随便去啊，什么云南呐、啊，哦，还有呢，有一些佛具店，我听说那个泰国的哦，有一些佛具店，很多卖古曼童的佛具店，不要去养那个小鬼的，哎，那个进去哇，鬼气很重啊，那个也不要去。反正呢，他请法师下降头。给跟他打官司的对方，而且呢，让对方全部死光光。嘿，那当事人对方的律师全部死光光，而且呢，他的心轮是犯严重、很严重的杀业，都没有办法过这一关。就这件往事，就让他心轮卡非常久，非常久。所以各位同文，你不要以为只有忏悔，我有念经，我有念咒，这一次做的怎么样，过去是做的怎么样，一样一样跟你讨，对不对？幸好他这个年龄稍长，知道说过去所做的错事是错误的，坚定向悔忏悔之心，每一次深深的跟观世音菩萨至诚的忏悔。因为观世音菩萨他是大慈大悲，他能够闻声救苦，他含泪披露，常常掉眼泪哦。你看一个常常跟菩萨掉眼泪忏悔的，临终还会现他活着做的那个像给他看，所以呢，我们自己又怎么样？你能够去抱怨吗？怨天怨地，为什么像我这么好的人，为什么都没有改命运？哦，对不对？不要怨天骂地啊！在他心轮难过、最难过的时候呢，观世音菩萨撒了杨柳枝，滴了几滴杨枝进水。然后观世音菩萨，对不对？哦，观音菩萨妙难酬，清净庄严累劫修。32应片尘刹，百千万劫化阎浮。瓶中甘露常时洒，手中杨柳不计秋。千处祈求千处现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哇，慈悲的观世音菩萨降临，这个心轮就靠着观世音菩萨的力量让他度过，喉轮又卡住了。所以有首歌叫卡门。看看现场同门，哇，干梦里好多都名利冲头，对不对？你真以心说人生很短，陈定国还有林发来，HQQ 康风力关关要过，人平时真的要反省节制自己的欲望。你看我们在讲读书会，同门也在一起跟我们读书反应回忆，对不对？
钟明荣一定来，还有甘露海，林飞玲也正在看。好，那个其他没有念过名字的，同等的欢迎你们。接下来他喉咙又卡住，喉咙关系到什么？口液。哇，妄语、其余两舌、二口、贪嗔痴。哇，原来他批评过圣者。哦，他也一念重生，骂过自己的师父，随着人家毁谤师尊，又修师尊相应法。那这个人呢，哎，师尊在香火袅袅之中看到这样的弟子因为一时的无知骂了自己，师尊说算了，嘿，算了算了，过关吧。于是弟子的热气穿过喉咙进入大海，跟心轮眉心轮的主人合而为一。师尊在道家的一本书有讲到，我们的佛性在心轮，业障在肝脏，在一本早期的道家的书有讲到。那他反正元神由下往上，足对不对？脚再来逆轮、脊轮对不对？再来心轮，嘿，然后再来就是喉轮，再来就是喉轮通过，再来就是眉心轮，跟眉心轮的主人结合，佛性主人结合，从顶窍出了肉身，嘿，这个肉身才完全死了。我们读到这一段对不对？这个人元神由下往上走，应该去天界了，已经往生了对不对？精彩还在后头还没有好 ，May Lotus 啊，莲花雨哇都上来了，林飞林。好，这个弟子啊，他中阴身从顶窍出来之后，随着意念流转，看到自己的肉体已经死了，想再钻入肉体，却已经钻不进去了，因为他的肉体已经败坏了。那看见自己亲人在悲伤哭泣，也没办法陪他们，想亲近他们，他们也听不到了。然后呢，他就飘啊飘啊，看到哇，看到谁？看到祖先、阿公、阿嬷，那个三姑婆、六姑丈，反正那些死的祖先，哇，来迎接乖孙诶，乖囝来哦，赶快来！要是你看到过世的亲人，你会不会跟着走？会不会觉得很熟悉？对不对？他一起回忆起师尊讲渡过生死的大海。师尊讲怎么样？临终的时候，除了师尊接引，其他人接引都不行。所以呢，他直接对着他的祖先念：“南无阿弥陀佛。”啪，像不见了。等一下遇到了，在。遇到个地方被他害死的冤亲债主，恐怖之象出现了。那米来，我死得好惨，都是你放鬼给我下降的，还我命来，还我清白。哇，那个声音非常的恐怖，比我现在还要恐怖十倍一百倍。哇，然后呢，这些冤亲债主怎么样？手拿刀还有棍要追杀他，他赶快跑，跑啊跑啊跑啊，那无处可逃，他赶快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唰，像又不见了。各位同门，你们睡觉做梦有没有这样跟着梦流转？睡觉做梦有没有结界？没有结界你就死定了对不对？睡觉一定要修眠光法，观想自己变成金刚杵，观想师尊，喉咙要放光，师尊的光啊，光芒给你照着，才不会做这个其他乱七八糟的梦哦。在梦里面没办法醒过来，死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子，叫死样子。好了，再来，他又看到什么很大的巨人。穷凶恶极的追他，看到前面有个洞，有个岩洞，他想钻去这个岩洞去躲巨人，但是又想起师尊开示的，如果钻到岩洞，等一下投胎当滚滚猪八戒。
当猪、当狗、当牛、当动物，哇！于是呢，他也不敢进去，他正在彷徨，到底要往生到哪里？一会亲人来找他，冤亲债主来找他，巨人、一些妖怪来找他，他到底要去哪里呢？后来他想到释尊的文集《渡过生死大海》，讲到终阴身已处之地，往生了要去道场，对不对？啊，香华雷藏寺，我们的同修会，我们的佛堂啊，那他想念头才生，啪就来到我们的雷藏寺了，嘿，所以终阴身叫念一声声，念头想到的就马上就过去了，然后呢？哇，可是雷藏寺你看，哇，四大天王，对对，东方持国天王，西方广目天王，南方增长天王，还有北方多闻天王，哇，四大天王，不动明王，慧寂金刚，爱染明王，四轮金刚，喜金刚，大力金刚，全部都出动了。护法神将出现，跟他讲：“来者何人？你皈依谁？报上法名。”他讲：“我是莲花叉叉，我皈依莲生活佛。”好，进来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护法。各位同门，你们如果很少来参加同修，不来参加同修，也没有当义工，没有护持道场，你的护法不认识你。哎，你从哪里来？哎，我这个同门，哎，没听过。不让你进来，你就准备在外面被鬼追、被狗咬，呵呵，对不对？被冤亲债主追一样。所以呢，要常常来佛堂参加同修啊，来帮忙，会不会？好，所以呢，哇，所以师尊讲这个中阴身要记住自己的法号，还有你们皈依谁啊？皈依莲生活佛，大声一点，皈依莲生活佛。护法听到了哈。这些都是三十几位，都是其他的呵呵呵，哦，一定要记住，哦，法名，还有自己的那个皈依的师父的名字。哇，这个时候大家聚集在一起，大家念上师心咒，一时佛光遍满雷藏寺，佛光乍现，莲花童子降临坛场。大白光并射，令人张不开眼。虽然你们没有看到，但是有法流，有光明，有中阴身，意念着师尊都可以进去的。莲花童子放光三度，射招这位弟子到马哈双莲池了。好，故事讲完，这篇《见神见鬼记》，好听吗？所以呢，还有谁敢不来参加同修的，必死无疑。将来你自己看着办。好，哎，我们中间来祈请根本传人上师，我们来请佛注释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谢谢师尊跟我讲写这么好的书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来唱。哎，好，等一下，好，我们来唱上师心咒。哎，没有麦克风哎。Om a Om Guru Be A Sa Sa Ma Le Shen Si Di Hong Om a Om Guru Be A Sa Sa Ma Le Shen Si Di Hong。Oh
我们一起合掌，感恩师尊写下这么好的书，这么好的文章，让我们知道往生的过程。我们愿师尊常住世间，常转法轮，无住涅槃，回向师尊健康长寿，阿弥陀佛。希望师尊早日莅临台湾，莅临香华莲藏寺，再跟大家在一起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师尊的新书第274册《小小叮咛》。嘿，读书会会一次介绍两篇。小小叮咛，这个是师尊跟我们讲的悄悄话，师尊跟我们讲的心里话。有些人呢，遇到这种文章不知道怎么念，其实呢，你就是最佳的男主角，你就是最佳的女主角。师尊没有跟别人讲，就是跟你讲。你如果能够明白，你就会看懂这本书《小小叮咛》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篇文章叫做《大与小》，大哥大跟小，像刚刚是那个廖上师比较大，我比较小，大与小。啊好，大与小，那我念给大家听。你说，虽然我认为自己很平凡，很渺小，但是只想到你说过的，人人具有佛性，人人都是珍宝，我就觉得自己仿佛变大了，不得了。好，这第一段是徒弟对师尊讲的话，觉得这个弟子呢，觉得说哇，自己很平凡，很渺小。但是师尊也会告诉弟子，你们都是莲花童子，对不对？要认取自己的佛性。弟子呢，相信师父讲的这一句话，然后常常去依照师父讲的这句话去实践，就会发现其中的伟大了，对不对？我念一遍哦。你说，虽然我认为自己很平凡，很渺小，但是只想到你说过的，人人具有佛性，人人都是珍宝，我就觉得自己仿佛变大了，不得了。好，这个是弟子对师尊的讲话。下次你们见到师尊，师尊，你是莲花童子，我们也是莲花童子，虽然我还有业障，但是呢，我相信师尊的话，我会好好的修行，以后我实证莲花童子一样伟大，一样佛性平等，这样会不会？脸皮厚一点，不要害羞。好，下一段跟大家分析哦。师尊讲，那弟子这样讲呢，师尊怎么回答？我说，我以前观想自身的脉轮，有中脉、左脉、右脉，有眉心轮、喉轮、心轮、脊轮、生殖轮，加上顶轮、海底轮，一共是7轮。更小的是72000脉。我对师父说，太难观想了。但是师父说，总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你的全身就是一条脉，总有一天整个宇宙是一条脉，那就是大，大小的大。所以师尊听到弟子讲莲花童子佛性的伟大，师尊讲当初他在观想人身上的脉轮，左脉、中脉、右脉，还有7重轮，还有72000脉，哇，很多。但是师尊的师父师公讲，有一天你会发觉全部为一脉。师尊有一次他开示，中脉不是这样，是整个宇宙哦。这个是当然我们还没证到这个境界，但是师尊已经先透露了，只要你们每一次每一句欧古莲生息以后，我就是莲花童子，总有一天，总有那么一天，
大家实修实证，会证得中脉就是宇宙。好，所以师父的师尊的师父讲，总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你的全身就是一条脉，总有一天整个宇宙是一条脉，那就是大，也没有你，也没有我，也没有他。师尊在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师尊的一本书《卢胜彦的哲思》，他讲什么叫做生命。他一个开悟者，他讲以前释迦牟尼佛讲生命在呼吸之间，对不对？生命呼吸。可是师尊讲根本就没有生命，这是开悟的话。你没有生命，我没有生命，他也没有生命。那讲说啊，那啊，上师，那我们现在干嘛？对不对？师尊讲过去的卢师尊因为还没出生，对不对？那现在的卢师尊将来也会过去，未来的卢师尊时间到了他也会走，不就没有生命了吗？本来就没有生命，只是现在是一个昙花一现。这是师尊开悟的语句，这是开悟者。所以为什么六祖禅师讲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本来就没有。那你以后你怎么看呢？对不对？你看你的家，你的家庭，你当然你该负的责任你还是要啊，养家，你都没有生命，那我不要养你，你们去死好了。你该负的责任，因为你是暂时的昙花一现，你要有这个世间的责任，但是这个责任不是永久的，毕竟会幻灭，毕竟会没有。所以师尊告诉我们根本没有生命。我很喜欢卢胜彦的哲思，卢师尊的哲思这本书。好了，那下一段师尊讲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一粒种子种在土壤泥土里面，一粒种子种在土壤中，它会发芽，慢慢的慢慢的成了幼苗，由幼苗长成一棵小树，未来成了参天大树，枝枝叶叶几乎是遮住了天，由小变大。我禅定时也会产生大小互变的作用，互相变化的作用。小如芥子，一粒比米还小的芥子，大如须弥山。在维摩诘经中，我们看到小小的维摩集市房间，却能够容得下千万万诸佛菩萨的大法座。目犍连神通第一，他能一只脚踏在一个净土，另一只脚踏上另一个净土，他自己成为宇宙无敌的大巨人。所以师尊讲万事万物，小小的树苗种子，它慢慢发芽，然后长成参天大树。我蛮喜欢看那个树，尤其是神木。前几天去看阿里山神木，还有去看以前看到宜兰马告森林，有没有赛德克巴莱拍摄场景的那个神木很多，拉拉山也有神木，台湾什么什么司马库斯是不是？哇，那个也是神木，你知道站在神木底下，人真的好渺小，那神木是从这边到那边，那里站一个啊，对不对？神木也是从小小的树苗长成的，禅定也是从微小的慢慢又变大。是这个意思呢？然后呢，慢慢你修行成就，像目犍连神通，它大到自己一只脚在一个地球，另外一只脚可以到了净土。不过这个都是他们正量，
我们也不用去向往神通，我觉得要向往的是证明自己的佛性最重要。最后师尊写了一首诗《小草》，有首歌叫《小草》吗？第一句是吧，大风起，大风起，把头摇一摇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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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？小草，好好，那诗人写了一首诗叫《小草》，他写什么呢？不要以为只是一株小草，不要以为自己会变老，会哭，干枯的枯，只要时日一到，就会长得又好好。在绿油油的丛中，树丛草丛，在绿油油的丛中含笑，一大片的一大片的共绕。小草小草，空气与露珠，就连大日也来到。好，这首诗好像很平凡，可是很贴切。我们也是一枝草，一甘露是不是？一点露是不是？那句话怎么讲？一枝草一点露，一枝草一点露，对不对？一点一滴，修法就像爬天梯一样，可是你只要一步一步的，你只要认取自己是莲花童子，其他你就不用管，放掉了，小草也会变，苍天大树，对，小树苗也会变苍天大树。小草小草，空气跟露珠虽然很微小，可是大日跟你一起围绕，师尊的慈爱的光跟你一起围绕。好，就是今天两篇师尊文集。哇，时间到了，因为来不及跟大家念名字了，很多同门通等的欢迎你们。好，节目最后我们跟着伟大的师尊一起来唱南无阿弥陀佛。好，祈请根本传承大加持。阿弥陀佛，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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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大家今天来参加同修，还有参加读书会，今天介绍《见神见鬼记》，对不对？最后的一课，这位师兄他有没有修法？有修法，有忏悔，有念经，有念咒，可是临终还是面对无常，临终他的元神还是一关一关过，因为他念经咒的功德。所以呢，他都这么精进的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小与大，小小叮咛师尊的书，对不对？师尊跟我们讲心里话，不要认为自己是小树苗、小树叶、小草，都有大日光在普照。最后自己呢，总有天会证得脉轮跟宇宙一样的大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很有意义的？你们要读这本书，读懂就是你把每一个弟子的对话当成是你自己，师尊在对你开示。小小叮咛，
来，我们给师尊救命好不好？救命！救命！爱得多，亚比布里布里。来，来，连那个廖上师跟大家问候，哇！谢谢廖上师今天特别过来啊，连杰上师。好，我们下一次，明天后天读书会直播暂停，礼拜一才会开始，还有抽奖活动会宣布。我们正午天空新闻台也有抽奖活动，欢迎大家参加。来，连杰上师跟大家说再见，拜拜。欢迎来香华雷藏寺。欢迎来香华雷藏寺啊！好，谢谢啊。